这两位是山阳宫的两位女儿，自愿来服侍陛下。你见过住在冷宫的贵嫔吗？顾贵嫔有身孕了，从新政开始实施那天起，就无后路可推了。有些不敢做、不能做的事，就交给这个怀揣赤子之心的年轻人吧。把邓艾叫过来吧。半年的心血，就付之东流了吗？谁让老将军不早不晚？ 偏偏死在你家的门前，你就不问问你自己的处置吗？全凭陛下处置。军师联盟，敬请锁定《未来综合台》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。